我们圆满完成了在台湾海峡远程火力实弹射击任务，达到了预期效果，全面检验了部队实战条件下作战能力，坚定了官兵打赢信心。只要统帅一声令下，我们坚决做到炮听我的话，我听党的话，以昂扬的斗志、精准的火力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。